消失了一年多，合着搁这儿乐不思蜀。嗨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要不是经过这一年，我能悟出爽文大男主的命运剧本吗？什么爽文大男主？哎，我是跳海，又跳崖，又是追着雷劈我，但是怎么往死折腾都回不去。哎，但我想通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想死都死不了？嗯，看过穿越小说吗？为什么大男主在不利的情况下都能逢凶化吉，一路开挂？看看我，才来不到一年就当上了魔尊，这只能说明我命中注定拿着大男主剧本。哎呀，你烧得不轻啊！不信啊，哥带你看看去。